大家好，我是 Toby。 事情是这样，前两天我拍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频，自己做土豆淀粉，结果呢做失败了，淀粉都黑了，然后就有很多人留言说浪费粮食了。哎呀，那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我老家是哪里的，作为一个十八辈，我当然要把这些淀粉吃掉，我就要今天用这些淀粉做土豆粉。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我网上看了很多人怎么做土豆粉，但是他们用的漏勺我觉得不够好用。那现在我们这个德国的宝马看一看能不能搞一个更合适做土豆粉的东西。我们应该需要这个，这是一个磨粉。哎，这个可能我们拿两个吧。这是我们的土豆粉机。哎，这个便宜，这个就要两块钱，那我们拿这个吧。好啊，回家吧。我看到很多人的视频，大家都用这个 noodle机，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不好操作，很容易漏的厨房都很脏。哎，我们有没有办法做一个可以控制开关的 sieve？ 完成。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啥？这就是一个下水管子，我们先把这个放满了淀粉，以后转一下就开了，再转一下就关了。哎，是不是马上就有种自动化的味道？我把这些洞盖大了一下。这是我们自己做的淀粉，先拿100克，加水1:1吗？这个淀粉还不够细，我们先打一下。这个现在这是那个 nicht Newtonsche Fluid， 你们看，你们有没有见过 Stärkelauf？ 比如这样。Und wir werden jetzt versuchen, auf dieser Oberfläche zu laufen.不玩了，继续。这个淀粉有点臭，你来闻一下吧，你闻闻臭。过来，过来。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已经快12点了，我们还没做完。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这个酱做土豆粉儿，我们来试试吧，肯定好吃。感觉这个有点太稀了。我觉得可以啊，因为我们的坑和漏勺太小了，所以我们需要很稀的酱。I was open to。一二三。50g， 呀，ich weiß, worum es gar nicht gehen kann。在德国有3种土豆，第一个是 festkochend， 第二个是 vorwiegend festkochend， 第三个是 mehlig kochend。
Milch kochen 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土豆放在开水里，就是很milk，不硬。做土豆粉永远可能都做不成。哎，晚安。早上好，再做一次吧。我最近买了Kartoffelstärke，在德国超市里买的，所以我们再试一下吧。这个也不行。试一下吧，一二三，关开，不错吧？哎，我觉得还可以，你看，你看，在这里。德国的淀粉不行，我还有中国的淀粉。哎，为什么？这是已经第五次了，还没成功，太伤心了。为什么做土豆淀粉这么难呢？看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如果你们知道应该怎么做，欢迎大家给我留言。下期见。